的偶像来了，我的偶像来了。我是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拍他，拍他，拍他。都是团体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对。你现在才知道我们现在做外景有多累。你看，我终于知道。他才绑三个，已经满头大汗。欸，以前都坐在办公室说，你们在防什么？对，而且我刚刚讲说，我们以前看到他真的快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关心一下摄影师，你们两个哦，如果站在两边，那个摄影师的那个镜头没那么宽，对不对？好伤心，好伤心。好了，那是不红的团体，浪浪兄弟。哎，人家浪浪兄弟，浪兄弟，我的偶像来了，我的偶像来了，总哥来了，总哥来了。他跟我讲他很忙，他没有办法去我家，就是因为又拍戏又主持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才到我家？你什么时候有空？这种就是应酬话，走啊！你以前那么可爱，现在你只知道你有脱戏，你为什么不练一下？哎，我是刻意吃胖的。你卡撑啊？真的啊？演这种感觉的戏怎么样？很爽。你以后会是好婆婆吗？会吧，会吧。啊，苏伟了。No.你演第一集的时候，我就叫秀一跟你讲你红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然后跟我说，对啊，谢谢孙老师，谢谢。现在 energy 你最红，昆达啦，昆达还在线上啦，对哦，昆达有，然后还有舞台剧跟那个歌唱是阿迪也还在线上，真的哦，还在，起码影帝呢，没有，是哦，师弟啊，啊是吗？对啊，不是我吗？是哦，对不起，有点不是太帅，太帅。两团以前我们打得要死，现在真的，现在没有什么好打的、啊。是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没有永远的朋友。真的。他们走在路上会被打的。你不会啊？对啊，真的。你看，我们等一下宣传完就要出国了呢。机票都买了。我操！他要逃回屏东啊。对 ，Devin 他是你干嘛？干嘛太重了？对，你说的孩子里面这个最大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这个也很烂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个都很烂。各位，如果有看婆婆第一集的时候，怎么有这种心不哦？真的，我其实就是在把媳妇心里面的那个怨气，透过这个角色让大家知道，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宣泄的管道。那你们在对骂的时候不觉得很好笑？你们自己不会笑场吗？好像都是在走的时候就会先笑掉，先笑完，然后正式来的时候就不能笑。对，那你怎么那么不会选人，选了一个会中风的人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大美就是重情重欲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感情遇到了，重情重欲。多两个助理这样给我睡着。Oh my god！ 你看他们，问一下，拍他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？好了，这个我可以帮Simon讲话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睡着？因为孙总太冲。对，带孙总很累。难得孙总可以安静两个小时。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其实我懂，就像我都带小孩去看电影院，因为是不是他会看电影，我就可以就可以安静了，对不对？心理上是你来录影的时候你就懂，你懂我心情吧？所以你很难搞呢。对啊，但孙总很知道我们这是流量密码。对，因为太好看了，而且我是，你不用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小孩每个颜值都很 OK， 身材也好。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爸爸是谁。爸爸就炎亚纶、朴叙俊、孔刘啦。我们第一集到这，爸爸有啦，是蔡阿炮啦。等一下，是谁长得像蔡阿炮？这不是炮哥生的嘛？这个秘密只有妈妈知道。对，到底爸爸是谁？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季的时候会讨论。搞不好我们也不是他生的，一定不是。我抱来的，抱来的。